讲到去咖啡影相打卡，旺角呢一间上个月先新开嘅咖啡，以摩洛哥为主题，餐厅占地5000尺，店内有多个打卡位，有许愿池、人造沙滩同埋多个露天打卡位噶，充满异国风情，影相好一流啊！环境靓，食物都好有睇头。餐厅以西式混合菜为主，虽然唔系摩洛哥菜，但系款式都几丰富噶。厨师推介呢一款意粉，圣旨入口又爽弹，意粉香辣野味，份量够足料。龙虾选用波士顿龙虾，配上米型意粉，茄香酸甜，非常开胃。另外亦有各款小食，味道都好唔错噶。食完正餐，仲可以嗌杯 cocktail 慢慢叹。两杯饮品外形满分啦，一杯是用新鲜的白香果加上菠萝同冧酒，另一杯就是以椰子朱古力口味的调酒，入口同样清爽。在人多车多的旺角，难得有个咁阔落的地方，可以同三五知己一起坐低，大家不妨 book mark 下，下次去啦。请订阅我哋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